28号下午3点多，海巡署人员侦获有4艘中国海警船侵扰金门海域。不过，这也是这个月中国海警船第9次进到金马限制水域。海巡署人员也立刻用广播进行驱离。中国海警14608，啊，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1239艇，啊，现在对你广播，你已经进入我国禁监视水域。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。根据了解，28号金门海象恶劣，风力6到7，雷雨区阵风10级，当地的小型渔船多数没有出海作业。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，中国海警船在下午3点多分成3组编队进到金门限制水域，海巡人员也进行搜证驱离。在2个多小时后，下午5点3分，中国海警船全数驱离我国海域。